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edmi 手机全球品牌代言人王一博。Note 13 Pro 系列新品发布会即将开始，这次的体验小金刚全面蜕变。我手里的这台 Note 13 Pro 加是 Note 体验小金刚里的全面蜕变之作，不只有全新两亿像素防抖快拍相机、1.5K 极清护眼屏，还有120瓦快充，小金刚品质还有 IP68 旗舰体验。就在今晚7点 ，Redmi Note 13 Pro 系列新品发布会不见不散。